这罐啊抗血配方泡泡慕斯的洗发慕斯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头极臭的人。你怎么洗，或你都觉得好像怎么都不香啊，或者是有时候你走在路上，就是会闻到别人的一些发香，你会觉得很羡慕。可是你自己洗发精洗完，好像都没有那个味道。那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一罐哦，因为这一罐它的味道是我这样瓶盖其实打开啊，你就可以闻到它的那个花香味是。很高级的味道，然后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专利的日本的那个柿子的除臭配方，所以它其实可以把你头上面一些多余的那些臭味啊、油脂啊，都帮你把它去掉。对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泡泡是非常非常轻盈的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所以其实落发状况其实也很多，所以我很不喜欢在洗头发过程当中去扯掉我的头发。那我觉得它这个泡泡，因为它本身分子已经做很细了，所以我其实直接挤在头发上，然后我就这样子用的我的指腹去搓，把它那个泡泡搓进去。我觉得真的就是排水孔看到的那个发量真的有少很多。